卓飞同朱敏瀚呢一段师生恋感情线。喺剧中情窦初开嘅 Chantel 更会鼓起勇气向 Brian 饰演嘅徐 Sir 告白。不过呢一段禁忌之恋当然冇办法开花结果啦。睇见 Chantel 声泪俱下嘅可怜样，真系心痛死一班小飞象啦。唔知点解我比较擅长扮怕丑，讲啲唔讲啲咁样就好似好怕丑。如果真系有人咁样用你个方法向你表白，你又觉得 O 唔 O K 啊？我会好，我一开始可能会 get 唔到佢想讲乜嘢。